아, 네가 알아. 你干嘛要说？我是跳无讲。哎呦，我都甲你讲吼，我会改过啊，啊所以做一代志吼，拢会重新去学习啦。啊，伊走做无好个哦，我拢会甲改较好。你唔相信哦？唔相信哦？你徛伫边仔看啊，我看我是咪讲袂出，哈来。 小玉，哦，哎呦，啊，小玉，你搞哪？哎，王力宏，放手啦！小玉，你该当听我讲几句话未啊？我无想要听你讲遐阿里不带了咩金句。唔是了咩金句啦，是我的心内话。我唔知你敢相信，伊命天注定。我以前。 可是阮爸是二长，皮高，家大业大，啊，看啥无顺眼哦，就要找啥个麻烦，卡袂着哦，就要用钱、用势，共地互死。啊，毋过经过一段时间的反省，我才感觉人啊，爱惜福，我更加知影爱珍惜。哎。 你敢会想含啊？明明这段时间哦，就是我今日的代志较济，虽然讲袂瘾，讲是大风大浪，啊，毋过嘛算是风风雨雨啦。既然怪有刘静川即款人来威胁，啊，你一个大少爷呢，你过了安尼风平浪静，你是倒位来遮尔侪感受？小玉，我就是因为吼失去过，才知影珍惜的重要性。 欸，这真正不是你个性讲出来话呢，你到底是我？是不是阿嬷？你袂时间对？嗯，阿嬷，你莫我袂讲啦。你看啦，我就讲我家己来就好，你竟然说你陪阿嬷啦？哦哦哦哦哦，我拢听你，我陪阿嬷，我陪阿嬷哈，好。